车来了，姐帮我快逛，咱还在考场，姐。姐，那个烤串我全要了啊，你忘了炸了。我先来的，你全要了，你也不讲理了吧？不管。那姐，你帮我炸那两个香菜卷和两个金针菇，别急呀。好。干啥？你干啥？打头发了。你干啥？我要回家了。还剩最后一根肠，我问你到底吃不吃啊？啊？我不吃啊。真最后一根，你不吃真没了。没了我也不吃，我回家起来。哎哎，还有我给你留的香菜卷和金针菇，一个都不吃吗？我不吃。老香。我回家。我吃了啊。决定。哎。好。告诉你啊，下回我再给你打电话，你要不接，好呀，老光一小舅子，行了，回去吧。要咋的啊？明天送回家啊。走。你好像差点东西呢，现在软拿走啊？啊！千万别送回家。